根据广播事务管理局业务守则的规定，所有不适宜儿童观看的电视节目必须加以分类。家长指引的节目内容可能含有成年人的题材，但是儿童在家长指引下仍可观看此类节目。而成年观众的节目只适合家中成年人观看，电视台必须将这些分类标志间歇显示在荧光幕上角，让观众可以知道该节目的类别。